这里一四三二一三二啊跳 A 哎吃药 A 给大招，我一手惩戒拉开，哎气不气？这是最气的，开个大招，这个后羿是在这边扫射，一技能大招瞬间消失，拜拜，懂我意思吧？啊，我站在这边罚站，罚站罚一下，啊，一技能二技能又消失一个，哎，我消失了。哎，他直直的往这边走，他假装没有看到我，他其实看到我的。这人真的好坏、啊。走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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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跳，哎呀哈、啊，我跳，我是时候与他一战了，无情，一棍，两棍，跳走，惩戒，回头四棍，砰死，惩戒，哎呀，明刀。对不起，我别啊啊啊！我他会大招加闪现，躲在那边位置。这边二一技能一直惩戒，直接秒一个，秒一个。一二技能开大招，再一技能再 A 一下。我的老哥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你刚才肯定要闪现跟，你闪现跟一波，他们就很难受。他这边有人，他二技能，我要毒死了！我吃口药。让你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华丽的元歌？他人气中七进十八杀，对不起、啊、我跳，哎呀哈，哎呀，他没打到我，我干嘛跳回去？我也是服了。吃药，活下去，花花花花花花花，吃我呀花！哇，真的是服了啊！还想做最后的奋力一波。好，我们把名刀一做，注意看这一波是不是？首先一技能，一技能等他二技能。他二不二，他不二，他怎么一点都不二？他会回来吧？他在这边刷大招，我拿他没得整，他肯定要给我个大招，他给我个大招，我给他一个惩戒，我二技能直接一踩 A 一下，小走位一技能，一技能挂脸上，是不是二技能？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好，开个大招，我踩一脚，人呢？人呢？你们给我的素材是什么？你们永远给我的素材就是。啊！大仙，我今天碰到一个人，他也说妖怪宝，他跟我一样是仙友。后来我们一起在一起打游戏，很开心。然后我们一起就一直跪了五把。